大家好，我是小娜。今天路过这边呢，听到那边有动静。现在天也快黑了，咱们要不要下去看一下呀？走呗。那就走呗。走。天快黑了，其实有点害怕的。那么大一片草，是地里种了一片森林吗？还是干嘛呀？走你的，下去我再告诉你。看到吗？嗯。你没有感觉一到这里有点就凉吗？有呀。嗯。干嘛？这是个坟头。这滚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没事，有我在嘞。晚上了，你怎么不告我？告我，我就不进来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其实小娜不知道，这就是一个坟头，这是好几座坟，什么一个家族的坟。那那那，那边有动静。就走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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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有动静。在上边就听到了，就站我旁边啊。听听听。前面那一块是吗？你还有闲情逸致跟孙走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你快点吧，天都黑了，吓死了。啊，我听见乌鸦叫了。是不是这片呀？我听着。哎，你看上面那枣好大呀。你能够着吗？还有红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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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地方的枣还是别吃了。哎。嗯，听，这边这边，是是是，什么东西啊？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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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有。哎，景鹏，我看到了。啥？啥呢？这儿这儿这儿，你看那什么东西啊？我眼睛近视。哟，什么东西啊？鸟窝，你干嘛不敢说话呀？里面有没有小鸟呀？有有有有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塞，还两只呢！这是啥鸟呀？是大鸟还是小鸟呀？不过蛮可爱的哦。一个屁股对咱们，一个是。你说这是野鸡呀，还是鸟呀？鸟，你听。哎，一会妈妈，哎，要不要咱们拍一个他妈妈过来回来喂食的场景呀？天黑了，我才不跟你干，我走。不干了，小娜。